当了20多年洗衣店老板娘的瑞兰，在年过45岁后，竟想靠直销找回自己。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应该是自由。过去他和老公姓顺一起打拼事业，还养大了7个可爱的小孩，不过他却越来越不快乐。也许因为我过度在乎他，没有被爱足够。瑞兰急性子，姓顺闷葫芦，夫妻共事争执不断。我只要11个眼神让我讲一下，他就觉得哎，我在骂他人。他真的很会骂我啦。他还有个严重的心结，总觉得老公把小孩看得比他重。我在意他，他在意孩子，孩子在意我。如果不爱他，也不会活到现在。一封22年前的情书曝光了，瑞兰心中对爱的渴望浮出台面。珍藏着有什么用？珍藏我，珍藏我。我一直都有珍藏。姓顺该怎么解决这道爱的习题？周五晚上9点，只要你爱我，就在公视频道，谁来晚餐？